肖战税务风波真相大白，纯粹恶意 P 图无证据，背后团伙也曝光。近日网上有博主公布了肖战之前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税务风波的结果，可以说是真相大白，这些被报道纯粹都是恶意 P 图。另外报道中还提到了这些所谓的实名举报，实际上都是恶意揣测，并没有证据，这也是我们大家看到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背后团伙也曝光了，这就是在针对肖战。据悉肖战前段时间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税务风波，如今真相大白，被报道这就是一次针对肖战的把戏，内容也纯粹是恶意 P 图，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都是猜测，试图规避责任。另外报道中还称有背后团伙，主要就是打压肖战，想给肖战制造麻烦。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表示公道自在人心，无论手段如何卑鄙，都不可能影响到肖战的发展状态。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问心无愧注定就可以无所畏惧。如今的肖战发展状态越来越火热，演艺事业也一直都红红火火，这样的结果已经可以说明问题。总之祝福肖战，真正的小飞侠从来都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都有自己的判断，支持肖战的方式很理性，也会做到谨言慎行，跟着官方走，不给肖战在无形之中带来麻烦。肖战是问心无愧的优质正能量偶像，可以继续跟随肖战的脚步，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一起奔赴属于